成英文。那你用它。第一个。对。这信号。这是调那个激光头，中间那个光的左右的。嗯那个什么焊接模式那里，能给往下列呀 ？OK， 然后光斑，可调的光斑在哪儿？嗯，应该在这里。你能暂停吗 ？OK。就是最大的这次，现在是最大的。最小的。